我们能想到的，日本鬼子和狗汉奸也一定能想到。也许他们行动比我们还要快。没错，咱们的行动恐怕已经晚了。咱们出发。我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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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接我们的人什么时候来？快吧，应该快。我们不能再这样等待下去。Are you scared of the Japs? I'm not scared to be captured by Japanese. Just worried about the task that Father Mate you gave us. You mean the film footage drills? 快，不错，快，回来，回来。您满意了？嗯，挺好挺好。那我就告辞了。哎，别走啊，吃饭我都让人安排了。不，以后有什么事情我再来找你。哎，这晚了，你们来晚了。快说，到底出什么事了？糟了，咱们还真的来晚了。咱们要找的那两个美国人被汉奸侦缉队抓走了。侦缉队，这可怎么办？先撤回去，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哎呀，糟了，刚才被汉奸搜去的那个纸条 ，What？ 上面有菲利普神父写的“圣母教堂告诫时”几个字。啊！我劝你还是好自为之，乖乖把那几本电影胶片交出来，免得受皮肉之苦。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哟呵，哟呵，哎呀，没想到啊，你一个美国佬，不但中国话说得好，嘴巴还挺硬啊！你知道吗？我这鞭子呀，不知抽了多少人，但是从来没有抽过一个洋人。正好，今天啊，我就让他开开洋荤。
头，你发个话吧，咱们要找的人被汉奸侦缉队抓走了，他们为了邀功请赏把他俩交到日本鬼子手上，那咱们的任务算是彻底泡汤了。老子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把那几本电影胶片藏在哪儿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电影胶片。还是不说是不是？老子真不信这个邪，我就不信治不了你。现在就请你看一出好戏。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就对了。说吧，电影胶片你把它藏哪儿了？ No! No! We can lose our lives, but we cannot give up those films. 可是我更不能失去你。